大家好，我是Kurban，巴州秦墨山头号上的人，这是我开的讲述材料店。我一边搞装修设置，一边卖材料送货。现在去客户家。这边还做一个柜子，上面差不多室内的柜子。可以。这个你觉得可以吗？就这样吧，试一下。这个吗？那就是可以。好，就这个做吧。卧室的柜子。就是白色一样，白颜色。白颜色。这个做。我从2003年开始干装修了，这是我的客户，这个房子我设计的，110平方，31厅。这个房子的颜色我选的，设计他的设计，我非常满意。我设计的房子出不出去？看见大家住着我设计的房子，我特别开心。我家里有3个孩子，大儿子今年5年级，他不爱说话，但是特别喜欢踢足球。回家炸，回家去烤肉。帮我好好学。